张兵，对，也是我们 TY 财二次的首秀，对，二次就不当首秀了，对，再次登场，再次登场，也是来自福建，跟上一场陈志毅啊，嗯，同一个省，同一个省市，也是我们这个裁判长啊，吉林百涛学院的学员，学员，对，王百涛先生的高徒。上一场 TV 里边还是看这个张兵还是打的是有板有眼啊，没错，起码在一些准度上没有问题，嗯，而且经常通过一些中长台的准度呢能够把这个白球调回来，关键球呢还行啊，应该说在50%以上吧，就不会说出现问题。以前我们了解马来西亚它更多的是华人居多一些啊，嗯，所以我们看伊布拉辛啊，本阿米尔更应该是马来西亚本地的这些姓氏。而且看体态啊，年龄应该不小了，应该也是一位马来西亚资深的台球从业者啊。没错啊，应该是非常喜欢啊、嗯、这项运动。也可能年轻的时候也是马来西亚响当当叱咤风云的一位球员啊。对。好，右上角底带11号可以继续进攻，白球小心左边不要掉中袋。而且我们看到那个后手啊，往身体里面扣的比较多。对，他习惯性有一些短出点推这样的一些美式常见的一些技术动作，他个人习惯啊。关键的一杆底带没有打进，那么中袋2号球，白球角度还是有一点点向下啊。如果说有可以向上角度，还可以用2-3右边上方的底带，但是现在不太好调，那需要用下边球再向上去叫，最后可以有机会用7去调3。单色球的这个局面还是比花色球局面要更明朗一些。马来西亚也是亚洲重要的国家之一啊，首都是吉隆坡。尝试的用上方的球去调，但是这杆是没有做好位，白球跟红三有点相贴，那能不能尽量的去打薄一点啊，带一点点左侧高杆，白球往下方的4-5这边来放。撞到4，上方12号应该还是漏了。这个很多年轻的朋友啊，这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傻傻分不清，因为他们两个国家正好是交界嘛。马来西亚、新加坡。对，马来西亚的首都是吉隆坡，新加坡的首都就是新加坡市，啊。但马来西亚在咱们中国这个艺人里边不少，啊，在咱们中国就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国籍在中国、中国台湾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大陆啊，唱歌的人不少。男的有巫启贤，啊，巫启贤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啊，我一直以为他是台湾的，他祖籍是广东，应该属于客家人，等于是，是吧？嗯，女的有梁静茹啊，男的还有曹格、戴佩妮等等。曹格？曹格也是马来西亚的，啊，也在台湾发展。对。第一局，伊普拉辛本阿米尔胜，比分1-0。
第二局，张斌开球。上来开球，虽然有球进袋，不过这杆白球在选择上啊，定颜色右上角十二号是一个非常难打十三啊，就长台。那这杆是打十三还是薄四？啊，还是薄四好，白球再走，依旧没有好打球。五号的左边底带在七号跟十五号缝隙中间，是要看一下具体够不够，够的话直接高杆轻推向下轻轻顶二号，还可以继续进攻，如果没有的话只能去打上方的红三的反角右上角，然后用一些中低杆横向走去叫黄一。十秒，延时。阿米尔这位球员能感觉到，还是打球挺果断的而且出杆在这个杆法和力度上的结合还不错。我们来看看他后面的表现吧，比如前面肯定还是要熟悉球台，熟悉这项运动。这一次马来西亚的球员不少啊，对，登上 TV 他得有这个郑卫仲，郑卫仲、明天在 TV 台的应该还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就明天上午八点钟，回头咱们再看一下名字吧。本次咱们的分站赛来集合了十九个国家28名啊，对，28名国外球员，外籍球员，而这次还有泰国球员。有泰国昨天登场的小伙子叫什么什么金，对吧？对，帕拉金啊，今天上午刚好在我隔壁台、然后长得也挺帅，然后呢是打球风格还是比较刚的，没错，都不错，就是能看到我们这项运动在这个东南亚最起码是普及率还是挺高的，未来可期啊，就是我们想的，就是未来我们的现在我们更多的比赛都在国内嘛，以后可以像发展到这个斯诺克这样的全球的这种
世界的这种展赛啊。对的，那这样的话，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再往大一点想，可能什么时候能进亚运会呢，就厉害了啊。对，目前我们能知道啊，就台球这项运动啊，已经有人或者说有这个专业的人士啊，在申报这个奥运会，是在做相关的工作。对，不止一届了，一直没有去决策下来，其实还是有一些固定的原因在里面。嗯，比如说像斯诺克这样赛事啊，它的时间不可控性，没错，也是最大一点。没错，本身你作为直播的一项运动，嗯，包括还是一项体育赛事，如果你不能跟电视直播同步的话，你不好去把它推广推广出去。奥林匹克运动，对，因为这个观众没办法，一定要看完呢。那看不完的话，没错。以前我记得在咱们国内，经常有些运动可能，比如说因为广告时间或者因为其他项目的这个可能是购买期时间，对，刚刚播三分之二，好了，那么对不起大家，马上我们要给大家记住的是下一个什么环节？是的，往往有不完整的运这个内容在里面，看不见美盘啊，很不舒服。所以这也是很多人说，大家在争论啊，说到底为什么没有？为什么限时啊？比赛为什么限时？为什么限时？为什么奥运会里没有台球？对，就在 这么一说就懂了嘛，对吧？因为电视直播它的节目是一个一个接一个，它不会因为你的到点就要换，它不会因为你的这个长短而改变。电视台它通过一些正常的合作方式啊，然后有一些节目栏目是固定时间的，嗯，或者那些影响力更大的节目、更大的项目，对吧？对的，而且你看，我们经常是有电视的预告，对吧？这一周的节目基本上都是出来的，嗯，定好档了已经，就是那天一个礼拜之后的某一天的下午几点几点，就是这个节目。所以说，为了推广。为了以后啊能够达到一个水平，前期的一些牺牲啊，一些变革是肯定要承受的，肯定要有的。你不能说又希望啊台球运动得到尊重啊，又希望它得到大家的认可啊，要看什么什么更多的一些控局中盘在里面。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能够让你看得到吗？可能你看到的不一定是很完整的，比如说一个分数是，但是内容不会缺。其实我们有好多案例可以举，比如说我们可以翻一翻今年的一些赛事里边的局。我们今年在第一站临沂站的时候的这个金俊跟杨茹，没错，第一盘球吧，应该是22分钟吧，22分钟，嗯，那盘的中盘内容很多啊，是不是？不是说所有球上来都是特别简单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限时制啊还是有益的。包括咱又说了阿布拉江跟满头乐那场比赛中盘也好，有战术，有心理，对吧？不缺内容，就看你内心到底是不是双重标准，对吧？你这一边又呼吁说啊，小台不要防守，你们打得太想看漂亮，这边又看中盘，哎，这个是不可能两者兼得的啊，只可能在同一场比赛里边的个别局数里边有，比如说这一盘打特别好，有 K 台有青台，然后有一盘忽然之间两人纠缠起来了，又有中盘在里边，只能这样去看。关键挑球啊，关键如果效果好的话还能形成一个有效防守，直接是没跳过去。从目前这个状态来看啊，虽然说张兵他的进攻准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觉节奏或者是整局的这个走势上一直在被阿米尔来控制，就场上节奏是控制在阿米尔手里的，被对手牵制啊。对，到张兵是打不光，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也是老将啊对阵年轻的选手的一种战术经验啊，战术力杆太少了，力量太轻，那么中段还需要再薄进从上边的顶库再弹下来。说到这儿啊，讲一个小典故，这个孔子跟老子啊，老子对吧，在他们两个人曾经见过面，因为孔子呢也是仰慕老子的这个威名，想到老子这儿学点东西，就当时啊想拜访切磋一下，对，学一学，学习，嗯，并不是拜不是拜师啊，就是交流，
因为互相仰慕嘛，主要是孔子特别仰慕老子，一个是孔子仰慕老子，仰慕老子，一个是儒家的，一个是道家嘛。俩人见面的时候，老子一句话没说，嗯，干嘛呢？张嘴，露出了一口牙。孔子自然就明白了，他徒弟问他，说：“这个师傅，这老子什么意思啊？柔弱胜刚强，牙齿坚硬吗？可是我岁数大了，牙没剩几颗了。”舌头软弱吗？跟牙齿比的话，肯定舌头软，但是舌头依然坚挺，讲这一个道理。这典故其实蛮有意思的。嗯。哎，七号，那么张兵直接打黑八就好了啊。右边底带，左边底带选一个，白球要选一个安全线路，不要掉带啊。好球。第二局张兵胜，比分1-1。第三局，易普拉辛本阿米尔开球。这一盘啊，还是选择一个冲长台。还是心里有其他想法。对。那高杆啊。上手有把握，14号，以你的准度看能不能打得进。这样的话，再用左边的9号球向上，以此来过渡。在昨天 TV 台的表现，张兵像这种球应该成功率还是不低啊。好球。先打中带了。所以张指导，我今天在想这个年底的总决赛，埃普尔顿会不会来？我在想，有消息说他要来是吗？嗯，现在还没有听说啊。嗯、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还记得去年吗？在那个朋友圈里有人传这埃普尔顿自己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嗯，啊，就说这个啊，中式台球啊，中国球员就是比我们准，他们比我们熟悉球台啊，然后说只要我们练一练，我们没问题。对对对，然后一帮。还有杰森肖啊，都是在这个帮他去做一些类似的这种，他的一帮小弟啊，精神传播，一帮马仔在后边点赞，疯狂点赞。那么我觉得这个，我特想看看他说这一年这老哥练怎么样练怎么样是吧？
但我觉得还是术业有专攻啊。嗯。每一项运动的话，你肯定要花时间。我们三期的这种球员也不是没有，比如刘海涛啊、张凯呀、啊，是，对吧？九球、中巴、英式、斯诺克、啊、都打，但是肯定有一项是他最强的，那肯定这是是。100%的。那他们里边体现成绩最好的，以斯诺克为准。然后呢，你像刘海涛可能是中巴还好一点，因为刘海涛是从中巴的中底巴子，转对到吧？斯诺克上的。而这边是张凯是由斯诺克，然后再往九球啊，甚至于中巴上再扩展。是。就比如说斯诺克比赛少了，没他打了，那好了，我打点其他的比赛。这种情况，埃普尔顿这边我觉得可以理解啊，毕竟他也是打过一些美式的一些冠军，有信心啊，可以理解。杆法不够低啊，左边中袋是没叫好。这杆球再低一点的话，大概比如说第一着火点在现在阿米尔这个英文字母的名字上面走两个出来，刚好。嗯，好。我这个发音一听就典型啊，这是肯定是南方口音。对，张斌25岁啊，来自福建。10秒，延时。选一个底袋中袋啊，我觉得中袋还好一点，最起码白球走向的是向4号的位置去，轻轻 K 的。没问题。第三局，张兵胜，比分2-1。富山泉矿泉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第四局，张斌开球。张兵这个冲球上还看来啊，是以下过一定功夫的，基本上中袋的进球率比较高，而且力量也合适。上来就去传啊，六传五，轻轻打，不要打太厚。没有传进，啊，选球留给了阿米尔。单色看看有没有可能打到上面的带口球，左上方两颗。open 啊，球局开放的意思啊。
就是说目前我可不可以选择他打的那颗球，要不然大家可能刚开始会误会，张兵我刚打完了单色，好，为什么阿米尔过来也能打，因为没有定颜色。四号可以先叫黄衣，我们的中式台球的这个定色是打进球啊，对，才算定颜色。那如果说这个同时啊，或者说相继的两个花色一样一个进的话，看谁先进，先进的颜色为定色，或者说我们这上面的主要击打球，嗯，对吧？我们先碰撞的是哪一个？还需要打上方的长台啊，直接高杆下来，还是从右边绕？很强的一个左塞，就是反塞啊。在这个环节就体现出来阿米尔的一个弱项了，对，这是可以理解。所以年龄增长啊，身体控制的能力，嗯，啊，协调性，对，那半台还好一些啊，包括对于这项运动的熟悉程度，是。打十五，从下边吃库往上弹 ，K 十号九号，杆法不够低，右塞不够多，所以 K 的比较薄，还需要再来调整。角度合适，直接低杆还能 K， 不能太低啊，要发力。控制好力度啊，肯定是要留球，这一般没办法，往上放七号球手带口，往下放三号球七号球都会漏，索性打一根牵制啊。
在整体的中盘控局的环节，我们来看看这个阿米尔这个控局的思路啊，就能看出来他对于这个中巴啊，我们的中式台球理解的一个高度。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从这个简单局面里清台啊，不太容易看出来他这个人对于中巴的理解。是。那么通过一些中盘控局对防，就能看出来了。包括这个带口的争夺啊。对。应该是没有挡住啊，黄衣能看得到。也是有意图的去把对方的带口球撞进，但是这个球就是这样的，你想要撞进，对方两个就在带口，就会让你的白球不容易出来，你后面在进攻上的角度就不太会特别好，而且你的九号、十号还都有些难度。还是要打进。正下方，十号球，上方黄衣还有的薄。不薄的话就轻轻打，白球往球台中央上方的中央来放，然后换一停带口附近。对，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打法。本时段比赛呢，这是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明天上午8点钟比赛继续。继续啊！比赛的头5天啊，都是早上8点。对，前面有，我印象里好像是6天，嗯，基本上都是8点啊。然后呢，最少的时候是有5场球啊，5场球，正常就是6场1天。明天是6场，然后22号是5场。长台低杆，还是有角度。这颗球轻推向屏幕的左边走，力量的拿捏要比较轻，不然你就从左边的带角走2库再上去，打红在右边的底带。这颗球的四号球角度是支持这样走的，不过。啊，还是因为这个九号球的位置啊，有点尴尬，看能不能直接走啊，就是带一点点低杆横向，9号、12号缝隙中间，就考验你这个力度控制啊，对，杆法控制，对。
可以先往上多走点啊，争取打十三也行。放到这儿，打十二，往上蹬杆啊。直接低杆啊，或者是强行的中高杆往上蹬再下来，叫黑八左边啊，打右边底带。我觉得这一杆给值得商榷啊，没有必要，或者说。你这么走一库，分离之后是奔着库边来走，白球势必会离库边很近，影响出杆，不如带一些力啊，杆法稍微放低一点，吃个带脚下来，撞两库之后，起码它是白球的分离是远离库边的，对你下一杆的击打是有好处。第四局，张兵胜，比分3-1，谢谢。第五局，易卜拉欣本阿米尔开球。开球失机 ，illegal break。继续打。illegal break， 开球违例，他们也叫开球失机啊。对。这局面开得还不错啊。张兵，哇，好有信心啊！没有这个，你这上来没选择进，上来中带都不打、啊。正常来讲，对，打中带怎么？他是留着这个五号球要去衔接二号的一个 K 球，而且明显他也知道啊。这对手对他来说压力可能还比较小。好了，我们看看现在是不是张兵会乐。通常情况下，他这球打不进，加油队会挠挠头，自己心里边知道的事。球，这杆球看看十二号还能进攻吗？可以打，往前轻轻推一点点啊。白球弹空起来，左边有九号球还能再打。好球，阿米尔这个美式球杆啊，在这个接口处有一个金属的一个。装饰啊，对，中轮啊，这对，这让我也想起我第一支美式球杆的时候，第一支美式球杆也是这种铁中轮的，是吧？200块，200块，刀轮，人民币200块钱啊，还摔折过一次呢，那时候
摔折过前节啊，自己练球气性大，打不进去，完了就摔折了。一生气，棒！摔什么位置？我想问一下，就往地上摔台方吗？啊，往地上摔啊！人家地毯你给砸坏没有？地毯没事，主要那地毯也脏也破，在后海那球房就是。啊，一生气，气性也大，那时候年轻。前节摔断了，摔折了，然后第二天三不大眼的又买一根一模一样的，又二百多那个，二百的还是那个同款。那个器材店那老板没说，哥们儿，你这个是什么意思？老板说了，小伙子保持住啊，争取每个礼拜摔一回。啊，你告诉他了。你这种顾客非常好啊。对呀，老他妈自残啊。对于器材商来说很喜欢啊。所以摔过一回之后才知道啊，这个冲动是魔鬼。没错。你打不好跟人东西没关系啊，没错，别拿人砸法子。你说这个故事啊，我可以给你讲一下我这个。就是目前经常去这球房里边，以前有一个会员，嗯，这会员跟你这案例有点相似，但他为了让这种现象不发生，嗯，我先讲前面吧，前言啊，是这样的，他使了一支差不多两三千的这个小头杆啊，然后也是这个跟别人比如说打球的时候啊，也没有说其他的一些怎么什么，比如说波彩那种没有，打的。一个简单球没打进去，也气性非常大、啊，然后呢，就抡起球杆来就砸到这个台帮上了，啊，然后这个球杆就摔断了。嗯，这个就不要说，再翻篇回来说他后话，他后面呢就一生气，买了一只这个一万多的球球杆，后面他再打不进去，我们就偶尔会跟他开玩笑，啊，也比较熟。我说这回不摔了吧，这回不摔了，这回太贵了，舍不得摔。是，所以你不行，以后你也买贵一点，你也没错不会摔。这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就买那个自行车啊，我买便宜的自行车、手机越便宜的对吧？对，你不当回事儿，不当回事儿了，咚咚摔了。好了，我记得我2003年第一份工作，那时候一个月挣950。嗯，然后呢，买了一个700块钱手机，买了一个1400的自行车，两个月工资，捷安特吧，那个时候要，对，是不是捷安特？捷安特，哟，比赛时间已过半，贵呀！上班扛着自行车到公司楼道里，对你得从这个防盗啊，对，怕偷。下了班扛着自行车到把自行车放家，到马路上完了再骑回去再放家。对，我最出去玩去，把自行车都存在哪儿？我就问人家，我说您这能帮我看一下汽车多少钱？嗯。哎，我把这车给您搁在这儿，3块钱一小时，我给你钱，你帮我看着。所以说这车到现在我都还存在吗？我都丢了好几回，车都还在呢啊，还在家里边那个车库那位，15年了，放在阳台上了，是吧？嗯，生锈没有？肯定有，但是很有纪念意义，但是那东西真挺结实的，挺瓷实的，就稍微可能比如轴承啊，老不到上点油擦一擦还是没有问题，对，但链条啊什么的，整个没大毛病。真不错，看来这品牌的自行车还是厉害的。实话实说啊，嗯，我们回到这个球局当中，今天也是一天了啊。这个观众们看比赛，我们聊比赛，稍微的带一些其他的这个小话题，对，放松一下。嗯，中台还能打，那就往上走，看看位置。因为他是左手啊，我觉得他叫这个位置还是不算数。没错。你右手站在左侧一掏就好了，你这左手别扭啊。左手的这个位置是斜向我们曾经号称这种距离是球台里的最长最远的距离，嗯，你必须要用架杆了，因为对角这个位置你左手干扰是最别扭的啊。发力还有下地杆弹库，然后现在这个四号球中带又是一个不太好打的球啊，需要一定的准度，而且白球向下还要往上再弹，下方有机会可能会在七号这个位置呢有一些变数。我看张斌怎么选啊，直接打七了，直接高杆，
白球弹底过往上走，红三还是要继续利用低杆右塞去尝试叫四左边的中带啊。如果抓两库一定要小心右边中带不要掉带，或者直接低杆右塞多一点不上第二库，对，然后再推一个中高杆的右塞从上面直接上去再下来再回拔。下低杆就是从屏幕的右边的带角附近走两库，还走两库，这时候左手需要俯身啊。第五局张兵胜，比分4-1。第六局，张兵开球。刚才您上一盘说一个，说这球台上最远的点，啊，有一个昨天看了一个地球的冷知识，你说，说地球的有一个点是在这个距离陆地最远的一个点，啊，距离陆地这个点最远的一个点啊，就这个点，跟它最近的人类跟它最近的是什么呀？400公里以外的空间站，距离这个点最近啊，是在这个宇宙的星空里面。就这个点在地球上，这个点呢距离陆地特别远，是距离陆地最远的这个点，这个点大家可以百度一下查一下啊，但是这个点人类啊，人类离它最近的，最近的并不是在地球上，对，是在宇宙空间里面400公里以外的空间站上，空间站上一个冷知识啊。有很多冷知识，如果把这个地球的水弄掉的话，我们地球不是圆的，是一个类似于窝头那样的一个啊，窝头，或者说像一个，比如说馒头，东啃一口，差不多一口，差不多啊。中间可能地核的地球的很多地核中间是实心的啊，有些岩浆啊，其他的，那其他地方可能就是镂空的。还有在560万年以前，我们有两个月亮，有两个月亮，有两个卫星。这个号称不是这个知识，好像以前听说过，对，但一直不知道到底是。后来是碰撞了之后变成一个了。这知识就是确实好多，有十几个，大家没事可以看看啊。有十个太阳，十多个什么冷？那是后羿射日。啊，你说十多个什么？没有说完。就十多个冷知识啊，地球的。我以为你想说十多个太阳。但确实啊，那个时候感觉我们从这个一些以前学的
课本里面，包括电视记录里边，会看到一些资料啊。那个时候的生物，这个骨架真是很大，没错。可能也是当时的这种物种啊，环境为了环境生活生存下来，就逼他们成长成那个样子。没错。甚至说，我觉得像以前，比如说一些就是原始人类啊，为了追逐这个狩猎一些动物，我觉得他们可能这个奔跑的速度不比博尔特差呀、对，对，光脚，很对有可吧？能。在这个山岭啊、山坡上，对吧？看这个阿米尔啊，习惯性的有一个身体的肢体语言，他觉得苗太厚了，应该是啊。那身体的附加动作比较多。对。杆法或者说右边的旋转啊，用的还是太少。那么现在13也变成一个一点点角度啊，轻推往前可能还好打一点。低杆发力回来叫10号球，难度还是比较大啊。看这杆要高杆发力吗？强行走两库。果然啊，这准度太好了。就是常说的，你准度好，这个准度能不能给衔接上、连对，接上？10秒，延时。
杆帮进啊，还是效果非常好。现在阿米尔这边陷入到被动啊，两颗球都不在位置上，对，总得费一杆啊。你往上放，漏十一长台，对手的准度又，你又保不齐能打。除非你能把红三打进左边地带，并且白球还能出来。你或者就是现在薄三号球左侧薄边之后挡那十一去，对吧？形成搂抱，你破坏，你破坏对手还有机会。这应该，我感觉张斌可能还是用十三号去争取接力、或者破坏掉他左边的这个单侧球啊。直接空心打进，那么看十号球能不能轻推推下，然后反向的叫下方的十五号地带。这样球轻轻推进是不能弹太远，弹远了，十五号就容易不够了。张斌也是用杆再去比量，就最大限度的白球不要超过于哪个位置。没有，哎呦，不擦了啊。怕时间不够用，对，擦球呢也是算在计出杆时间之内的，对，就怕有的选手呢恶意的擦球啊。嗯，好球，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思考时间。对的，第六局张兵胜，比分五比一。助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让梦想更进一步。第七局伊普拉辛本阿米尔开球，开球世纪 illegal break。重新开，你重新开，你开，你开，他开。重新开球，第七局张斌开球，
这个冲球打四喜啊，两边中带，上方两个底带，这边冲完之后一看没什么球了。哎，对，张指导之前跟我说过哈，嗯，就是在咱们 TV 台最多冲进的是几个，六个吧，五六个差不多啊。但是是两组颜色，不是单是单组的，比如说三个双色，两个花色啊，那几个五个花色，啊，三个双色啊，两个单色，准度是好，准度好啊，那再来十号。差一点，那这种半贴库啊，好像永远是台球运动的一个就是 bug 感觉，就是我们中式这种台球里边的难度球，对，技术 bug， 就是谁都不能保证说杆杆进，或者就那两三人能保证杆杆进啊，或者说比较高的进球率，确实难打。嗯，你再怎么练，你到比赛该抽还抽，该打不进还是打不进的，嗯，记得第一站总决赛的决赛，波茨跟梅林那个场，波茨那个就半贴库的推杆，嗯，成功率很高啊，哎，真准，惊为天人。十秒，延时。还是准啊！能不能看十二号？对。哎呦，不好说啊，这角度。近大远小的这么一个效果，对，还是有下。那好了，你是打十做十一，八号球的左下方底带。还是打十一打十，八号球右边中带，自己选择就行了。简单叫法就是打的稍稍靠十号球右边一点点，一半的位置啊，下点低杆横向走，直接叫中带就好了，别强求。以他这个准度，我觉得这种球还成功率蛮高的。嗯，
第七局张兵胜比分6-1。试你看，第八局张兵开球。开球失禁 ，illegal break。Yes。重新开球，Illegal break, you have two times illegal break. You have two times illegal break. Next time you will lose a rack. Yeah. No, probably. Three times you will lose a rack.八局，伊普拉辛本阿米尔开球。如果三次的吃鸡将会送给对方一分啊，不好，两颗进一，好，直接开球失犯负了。Illegal break，illegal break，yes， you will lose one strike。这边。阿米尔这边这个戏剧性啊，这三次失机对送对手获胜了。好，那么今天所有时段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嗯，在明天上午8点比赛继续。感谢张指导一天精彩的点评，感谢阿苏陪伴啊，也感谢朋友们的观看，我们明天再见。嗯，明天见。